我们家摄影师嘞，他受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说你每次讲话讲快的时候，就把你的口水喷在我的脸上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你快把口罩给我戴上。然后我现在只能把口罩戴上说话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老，你知道吧？他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对的话点点头，你看他承认了。知道吧？不是我要戴，什么摄影师非要让我戴上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来欢迎大家哦，主播身高1.75米，然后穿的鞋身高1.82米，可以跟车做一个对比。我们家车也是1.82米，车长5.3米，车宽1米啊，车长1.95米，近2米的这样一个车宽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咱们点击视频下方小风车，好不好？换摄影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摄影师是个小姐姐，怎么就不喜欢她了？你们不都喜欢小姐姐吗？怎么现在换了个摄影师小姐姐，你们又不爱了？之前还说天天给摄影师加鸡腿，现在又说不加了，你们这群变心的男人，臭男人啊！来欢迎大家啊，咱们没有点关注可以先把关注点点，看看摄影师，看看摄影师，这是另外的价钱，哥哥，摄影师他总不能一个人打两份工吧，又当副播又当主播的，这可不太好啊！来欢迎大家，不要3分钟，1分钟足够。哦天哪，真快啊！来欢迎大家啊，没有点关注可以先把关注点点，我们家这款车叫什么？蓝图梦想家，它是一款商务车，全系四驱啊。那讲了这么久没有给大家讲报价，真的是我的失误啊，给自己抽一巴掌啊！来哥哥们，这款车的话，低配33.99，中配36.99，高配的话是41.99。有喜欢的话，点击视频下方小风车，留下您的这个11位财富密码。我们刚刚报的都是官方指导价，不是一口价，不是落地价。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小风车来找我砍砍价，好不好啊？5个 W 的综合优惠，然后还有我们500元的这个一个直播大礼包，好不好？那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什么呢？嗯，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哎什么本地的这样一个地补的政策，我们属于什么安徽合肥有中部地区的这样一个地补政策啊。什么看看内饰没有问题，带大家来看内饰。内饰的话有2个颜色啊，驼棕和米白。先带大家看看我们家中排的内饰啊，中排的内饰有我们家1.4米的三连屏，快伸进去给大哥看一看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慢呀、啊？我讲话这么快，你坐的这么慢，小心我等会下播之后扣你钱哦。啊，1.4米的三连屏，无线充电，64色氛围灯，戴南音响，前排的座椅的通风，加热按摩，全都是有的。哥哥，你看看这个走线，它就不一般啊，还是菱格的，对不对？它是菱格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好漂亮啊！什么一身的公诉装，哪个肉也扛不住3分钟，那怎么能这么讲话呢？对不对，哥哥？哪有啊？这个时候什么点点关注考验你定力的时候到了，赶紧把关注点一点，我考验定力啊，是不是？没有定力的话，你就天天来看，总有一天是吧？你能扛得住啊？你能扛得住5分钟啊？来欢迎大家啊！这款车的话叫蓝图梦想家啊，我急什么？我不急，我不急，我有什么好急的？对不对？我这个人主打的就是一个温柔啊，我不急啊，快看人看人看车，你怎么在那摇头呢啊？摄影师，我跟你讲，小心我下播之后我扣你的钱啊。欢迎大家啊，换个黑漆看看，换个黑漆就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要求，这是要到店才能看的，好不好？到店的话啊，咱们就是也许大概啊 maybe 可以换个黑漆，如果你不到店的话休想啊。来哥哥们，咱们没有点关注可以先把关注点点啊，别急，下播快回家，我马上就给你一个大逼兜子啊。来哥哥们，咱们先把小关小猪先来点点，这才是正常的，好不好啊？这才是对我好的一个做法啊。把关注先点点啊。这个车叫什么车？蓝图梦想家啊，商务车型，2+2+3的布局，它是一款大7座的车，全系四驱哦。人家的车0%加速就是这么跑的，我们家的车的0%加速你知道吧，是这么跑的，完全就是不一样啊。0%加速5.9秒，双五车型 biu 带你冲天破晓啊。人家0%加速有8秒级的、9秒级的，甚至10秒级的，就上2位数的。我们家的0%加速5.9秒 biu 你知道吧啊 biu 一下啊。所以说双五车啊，你想双五车的操控性吗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操控性也非常的足，是不是？前电机150千瓦，后电机160千瓦，还有一个中国石家 1.5T 的发动机啊。哥哥们，总功率420千瓦，马力是570匹马，您敢相信吗？这个车就这么快啊，就这么牛，是不是？谁给你做到总功率570匹马力，能给你做到啊？总功率420千瓦，马力做到570匹马力，扭矩能做到840牛米的，谁家能做到？谁家商务车能做到？基本上只有我们家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买车送主播吗？不可能，宝贝儿。我这辆车我才多少钱呀？啊，为了几百块钱就把自己出卖了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我就值这么多钱吗？是不是？买车送我还差不多，送给我还差不多。哎，你要说买了车把我送给你，那可不行啊！不喜欢太快的，没有灵魂啊，是吗，哥哥？是你没有灵魂，还是我没有灵魂啊？嗯，
谁没有灵魂，自己想清楚啊！欢迎大家啊！刚醒就这么刺激，什么趁热再睡会做梦想家？做梦想家的话，你首先要开上梦想家啊，是不是？不开梦想家，怎么才能睡觉啊？是不是啊？来，欢迎大家！这么快，后备箱有防撞功能吗？那肯定必须有，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家的后备箱啊。后备箱的话，咱们家是有一个1500兆帕两层的这样一个防撞钢梁啊，所以说这个车的安全性能您是不用担心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叫什么电动尾门啊？电动尾门，你拍电动尾门，你拍我干啥？啊！你不拍一下我们家的电动尾门，这你这个不会拍的这个摄像，真的是我给你整服了。小心我下播之后扣你钱啊！这个月的半个绩效是没有了啊，半个月的绩效是没有了啊。这款车的话，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80公分的吸能空间，所以说你就说三排人这个头这个安全，它能不安全吗？有些车啊，它的三排可以往后移，它头上是什么？就是一块玻璃。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家这里是80公分的吸能空间，两层的1500兆帕的防撞钢梁，是不是 ？A 柱、B 柱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。你要知道飞机的起落架，就是你每次出差坐那个飞机的起落架才多少？1500兆帕。但是我们家是不是？我们家给大家做的是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，后面是1500兆帕两层防撞钢梁，是不是？你想想这个。是吧，很不一样的啊，所以安全性能你是能放心的啊。电动尾门你一按它就关了啊，你一按就关了。怎么你被我吓倒了？我们家摄像刚刚差点要仰天躺倒了啊。来，欢迎大家，这小裙子这大长腿是吧，那开玩笑，我的腿那不是跟你瞎吹的，好歹也以前也是个车模，是不是？咱们家除了有 MPV 啊，还有商务车啊，还有 SUV 和轿车。想看轿车的扣个一，想看我们家 SUV 的扣个二，想继续听我们家 MPV 的扣个三啊。什么都不想看的，只想看我的，咱们扣个3.14159.20，好不好？我来看看有多少人啊，来扣个3.14159.20的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，能试驾吗？可以啊，点击视频下方小红车，留下您的11位财富密码就可以试驾了，好不好？下单能交个好朋友呢？下单别说交好朋友了，加个微信都行。哦，呸，不能这么说，加个绿泡泡都可以，好不好？这不是你首先得下呀，哥哥。你说你关注都没有点，跟盘也不上，你说你下单，你在画饼吗？哥哥，你在画饼吗？哦，噎着了，没水噎着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欢迎大家。车模以前说相声的吗？哪有说相声的，我以前真是车模，不信你去我们榜二的这个主页里面看看，里面还有车模的照片呢。咱们有图有真相，可从来都不说假话哦。3.14159.26啊，大什么这大长腿不练跑步可惜了。不行啊，我虚得很，我走两步我就喘，我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我一下就倒了啊，哥哥们。所以说我只能在这站一站，你说让我去跑步，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？是不是上学的时候800米1000米还没跑够啊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欢迎大家细听。我真不是细听，我只是说话的时候比较快。哥哥，我真不是细听，每一句话都是从我肺里吐出来的真心话啊，哥哥，不是细听，哪是演的嘛？我现场直播实话实说，说出来的都是什么？我的真情实感啊，哥哥们，都是我的真情实感啊。不是奇瑞，气死我了，解了少了半天，大家说我这是奇瑞，我们叫什么？蓝图梦想家商务车型，对不对？哥哥，你不能说你耳朵聋了，眼睛也瞎了吧？我们这个账户名称看一看，我们家的这个车标你能看见吗？新蓝图梦想家啊，跟奇瑞毫无关系啊。欢迎大家，没有点关注可以把关注点点啊。什么德云社女社员，德云社还招女的吗？这我怎么不知道啊。我们这是什么蓝图社啊，我们这是蓝图，东风吉亚高端新能源品牌蓝图梦想家。那这款车型呢，一共是大七座2+1+3的布局，全系四驱啊，给大家做到零百加速可以做到什么5.9秒的零百加速啊。人家车跑起来是这样跑，哎呀，跑才跑得快，我们家零百加速你一脚油门下去就，你知道吧，就是这么跑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想想我们家这个零百加速，一脚油门下去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。来，欢迎大家啊，什么看了榜二啥车模，就是说相声的造谣，气死我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001？气死我了，哥哥，这是什么啊？蓝图不是极客，哼，而且001跟我们的价位也不一样，好不好？0140-450，我们家340，您到底预算是多少呀，哥哥？
啊，这是什么腿？这是长腿，这是大腿，这是小腿，这是直腿，这是细腿，这是白腿啊。哥哥有喜欢的话，咱们先把关注先来点点，好不好？这啥牌子？东风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蓝图梦想家，商务车型2+2+3的布局，是一款大七座全系四驱的车。同时呢，这款车也是能给大家做到什么0%加速5.9秒的，可见。我们家的大功率四驱呢，都不是跟你瞎说的，是不是？有些车型跟你说什么啊，全系四驱，但是后面给你配一个45千瓦的电机，那叫啥呀？是不是？他说我是小狗腿。对，我们就是蓝图，我们就是永达蓝图的狗腿子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就是狗腿，行了吧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对。我不是叫狗腿，小新哥哥你不爱我了。小新哥哥上次造谣说我是他的前女友，现在你说我是狗腿，你不爱我了啊！来，欢迎大家，没有点关注可以先把关注点点啊，点点关注。这边可能有客户要看车，然后我们先去可以讲一讲其他车型啊。来，欢迎大家啊，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先把关注点点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追光啊。追光的话也是一款比较好看的车啊，25.28和27.78两个价格啊，两个价格，这个车。25.28，前后四个座椅通风加热按摩，而且这款车上面有什么7块屏幕？你见过有7块屏幕的车吗？你坐进去只有两个字，好多啊！哎，这个屏幕好多，这个功能好多，这个座椅好漂亮啊！你只有两个字就好多，好不好啊？什么这走起路小腰扭的，我还没扭呢，是不是？我还没有这样扭呢，是不是？我还没有这样扭呢，还没扭呢，你就说我扭，这是我正常走路啦，好不好啊？正常走路，哎呦，差点撞到，啊。小心腰不好，缺声滑轮天炉，榜一大哥快给我买。他们听到了吧？他们说缺一双滑轮天炉，榜一大哥快给我买！啊，这是什么车？蓝图追光 PHEV 版本，这是一款轿车。那咱蓝图呢？东风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，放心开，放心用，放心买，整车质保、三电质保都有终身的，电池、电机、电控全给你保上，你是可以放心开、放心用、放心买的。而且你看看，续航是1260公里啊，兄弟，你看一下。你不用什么续航焦虑啊，混动的是不是？纯电部分的续航是262公里，你在市区用纯电开，在这个别的地方用这个叫什么混动开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腿姐你是不是瘦了？是的，我天天被公司摧残的我就瘦了。你们没有买车，我想你们想的瘦的啊。来，欢迎大家，不是50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我不是50啊，我是蓝图啊，我是东风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蓝图啊。哥，你不能说耳朵聋了，眼睛也瞎了吧？你看看我这个账号，你再看看我这个标贴，好不好？新蓝图追光 PHEV 版本啊，气死我了！对，混动1231公里啊，混动1231公里，不是五菱啊，东风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啊，咱们家是有一次性补贴啊，咱们家现在是能给你做到5.多个 W 的这样一个补贴的，具体的话点击视频下方扫风车啊，留下您的11位财富密码就可以了啊，别穿鞋，看看净身高，送了个绿头巾是谁？一看就是榜一吧，我劝你啊，不要再这么做，小心给你踢出去，是不是？绿头巾绿色放在头上，你觉得好吗？我们家这个绿车上面都是天窗，都不放绿的。你作为一个这样的，你放个绿头巾在我身上，搞得这么丑，你觉得好吗？啊啊啊！是不是啊？哪吒，哪吒，什么叫哪吒？哦，咱们家有喜欢的话，咱们可以点点小关小注，好不好啊？这什么买车试驾主播不可能，宝贝儿你在做梦啊，宝贝儿你在做梦，是不是？天青天白日朗朗乾坤，你在做什么？白日大梦啊，还试驾主播，想得美啊，好不好？主播身后这个面包车怎么卖？不是面包车，这是轿车，它的这个地方在动，我大腿根都没有，膝盖上面一点点，怎么能是面包车呢啊？这是一款轿车，5座车，轴距3米，车长是5.088米，宽度的话是近2米，高度的话是1.55米。啊，就是我们家的车的一个尺寸啊，好不好？就是想白日梦了，还是买车试驾主播？晴天白日朗朗乾坤，白日做梦，姐姐觉得这可不提倡，好不好？对吧？我第一个不提倡啊。来，什么直播是真的高？那开玩笑，我的身高，我跟你讲，真不是在这里跟你瞎吹，对不对？我走到这旁边给你看一看，我们家的车身高1.55米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还没我高，你快走吧你。
真会在我直播间烦人啊！这个车的话给大家看啊，1.55米的车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在旁边，你对比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我真的1.82米，不是跟你瞎吹的啊，不是在这瞎吹牛。咱们现场直播，实话实说，什么时候给我兄弟、给我哥哥们玩过假的呢？啊，来欢迎大家！每一辆真的是啊，主播不要再造谣了，不要再做青天白日大梦了，好不好？哥哥，怎么可能？我会为几百块钱出卖我自己吗？你就去找一个。那啥都不止这个价钱，真服了啊！来，哥哥们，姐姐看看净身高，带您看一下，净身高就是这样的高度，好不好啊？净身高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，能看出来吧？啊，能看出来吧？啊，欢迎大家啊，锤了都是假的，往上提一提，好不好啊？回头把肩带往上收一收，它就高了啊！欢迎大家啊，没有点关注可以先把关注点啊！这个车的话，我们给大家做的是车宽的话近2米，然后还有个贯穿式的灯带，包括车标都是能发光的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前脸也是比较大的。人家说鼻孔越粗财大气粗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我们家这个财多大气多粗，简直就是什么不得了。什么鞋跟多高，7-8厘米吧，这样子啊，多少天了还不换衣服，我这不天天洗吗？啊，欢迎大家哦、啊。充电口的话跟我们家车身是同色，我们家有车身的话一共有3个颜色，黑色、白色和紫色啊，一共有3个颜色，这里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紫色啊，是一个紫色，蓝图帅呆了，对，蓝图开玩笑，肯定帅呆了，全系4驱的轿车，是不是？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，开玩笑，我不是给你瞎吹的，这辆车里面有7个屏幕。坐上去只有一个字好，哦，再一个字多，你知道吧？好多屏幕，好多功能啊、哦，完完全全就是不一样啊、哦。净身高多少？穿了鞋身高1.82米，脱了鞋身高大概是1.75米左右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净身高嘛？什么？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，我这又不是商务车，我怎么给你整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呢？不用整，车里面都自带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冰箱好像应该没有吧？我想想。冰箱好像是没有，但是我们有什么？有彩电和大沙发。轿车里面有腿托，你见过吗？啊，轿车里面有躺倒，你见过吗？是不是？那开玩笑，那不是一般的牛，是不是？一个轿车里面还有腿托和躺倒，这就是不是轿车了，这叫什么？轿车里面的商务车，就一个字牛，两个字刘备，3个字的好牛背啊，哥哥们就是不得了。什么？5000赞不到不能跳科目三，10000赞才跳科目三。你看看我们这边，不是有我们的这样一个，在这边一个小标标吗？是不是有一个小标标？10000赞才能上屋呢。5000赞的话，不要在这里给我喊科目三，好不好？小心姐姐左勾拳右勾拳下勾拳就锤你啊，好不好啊？欢迎大家啊！车轮刚刚怎么歪了？一看哥哥就不知道。我们家这个什么有空悬的，空气悬架可以上下浮动6公分的，好不好？可调空悬的这个什么空气悬架。加上我们魔毯底盘，好不好？轮毂20寸的，你单独拍个轮毂给大家看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来欢迎大家点赞，让他跳科目三，别点赞，我跳科目三非常之丑，是不是？咱们讲车唠唠嗑多好呀，是不是？咱们汽车主播就是靠嘴说话的，就是靠嘴挣钱的。你现在跟我说让我跳科目三，你让我闭嘴不谈，说让我跳舞，哥哥，我怕脏了你们的眼睛啊，是吧？人家跳舞说好看，大哥说好看，夸嘎嘎嘎上灯牌，我跳舞，哥哥说上，我给你上灯牌，你别跳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欢迎大家！今天才知道这个标是蓝图，以前都没关注，现在和华为合作了才知道好车。谢谢我们的泰哥哥，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哥哥老板上午好。对，我们家的这个标也是大有来头的，是取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面的"大鹏鸟栖若垂，天之名不知其几，千里也"的这样一个什么大鹏鸟啊！哥哥希望各位个蓝图的车主都可以一飞冲天，扶摇直上90000里，好不好啊？欢迎大家净身高啊，净身高在这里。1.75米的净身高啊，穿了鞋大概是1.82米左右，好不好？哦，纯电动吗？有纯电动的，也有混动的。混动有两个价格，一个是27点，一个是25.28，还有一个是27.78哦，有两个价格。这不是大破的蛾子，你才大破的蛾子呢！大鹏鸟寓意这么好，中式豪华电动轿车，跟你说成什么大破的蛾子，我真是服了，好不好？气死我了啊！哎，讲了半天，你们说这5菱宏光，哥哥们，我真的给你们要跪下了，好不好？兄弟们、哥哥们、老板们、公子们、公子哥们儿，咱们看一看我们的账户名称，好不好？蓝图汽车合肥全功能用户中心啊，兄弟，咱们这个什么，不仅上面写着，这里也写蓝图追光，我不仅写着，我嘴还说着，哥哥们、老板们、公子们、公子哥们儿。啊，王子们，咱们同医院嘛，啊，兄弟们，我就想问问你们眼睛瞎了就算了，耳朵不能聋吧？
气死了，是吗？叫老公，老公们，你说句话呀，是吧？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还说我这五零，气死我了！欢迎大家官人，你们这要求太多，得寸进尺了，这属于好不好？啊，气死我了啊！欢迎大家啊，不是有咱们这个不是油车啊，从所有的车型都是上绿牌牌的，不是上蓝牌牌的。这款车有混动的，也有这个纯电的，好不好？两个都有，但是没有纯油的。多大排量？你哥哥你在这里问我新能源多大排量，这不合适吧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前后双电机，大功率电机，1.5T 的发动机，总功率400多千瓦。啊，总功率400多千瓦，不是跟你说，不是跟你盖的啊，不是跟你盖的，好不好？你说，你看电车问排量，咱们首先就不是，是吧？后面出尾气的那种车，咱们是什么？一脚油门下去耗电的车啊！你应该看动力，而不是看排量啊！主播多高？主播身高1.75米，穿了鞋身高1.75米，脱了鞋身高1.82米，来给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对，不是增程的，这款车是混动的啊，混动的车型啊，混动的车型，这腿好开吗？哥哥，这是不是打错字了？这车挺好开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小璇在直播间说的多，讲的大，是不是？不如您亲自来试驾试驾。点击视频下方小风车，留下您的十一位财富密码来找我试驾试驾啊！因为这款车什么有 L2.59级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，如果有喜欢的话，留下您的十一位财富密码，好不好？啊，什么车子反光看到白色什么啊？白色的什么袜子还能看到什么？啊，来欢迎大家！混动的电动续航多少？混动的纯动续航是纯电的续航是262公里啊，然后综合续航是1260公里，好不好？来欢迎大家！没有能上黄牌吗？我真服了，上绿牌只能上绿牌。直播间怎么突然多了一丝黄色气息啊？这很吓人，好不好？有充电口啊，有充电口。咱们这个充电口是在，哎，充电口在哪边？我有点忘了，充电口在那边，这边是充油的啊，充油的。